接下来赶快来听听我们的卫冕者张惠妹小姐要演唱这首《黄色的玫瑰》，来，掌声欢迎我们卫冕者张惠妹小姐的演唱。在一束黄色的玫瑰花，寄给你，表示我想忘了你，虽然已是。来个我们卫冕者灯数是一个灯、两个灯、三个灯、四个灯。红灯，别急，我们看分数才知道。挑战者19分。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分数，我们这边的分数是11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分。好，所以燕玲了，刚刚你讲啊，今天非常不巧啊，气管发炎是吧？发炎啊，哇，现在的话都讲不出来，一直咳嗽啊。来，下一次等你这个状况好一点的时候，再来参加五等奖节目啊。谢谢你来参加，请回座，谢谢。好，非常谢谢曾经的演唱，我们也非常恭喜张惠妹小姐，哇，又过一关。赶快再来看看你的成绩，目前张惠妹的成绩是2度4关，累计奖金呢是23000块钱，非常的恭喜你，也请登上我们的卫冕者宝座。